时不利兮，骓不逝。他总有一种滑稽性在里边。这开机了吗？我看一下。啊，他那个声音还在跳。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词？我们老一辈听到的叫“影视歌三栖明星”，你听过吗？啊，我有一个非常想念的人，我要跟他打个电话。哎。要掉了，不会的，这叫 balance。你别站我后面，我紧张，我不敢点这个购买键。他们说你吃草，我已经把那羊喂满一次了。弗洛 PD 要我再过去喂一次，我说为什么？说他的肚子没鼓起来。你说这不扯的吗？所以，这么长时间，有什么时候是你觉得粉丝让你失望的吗？就我假唱，就我假唱整场。其实我真的是真唱，粉丝跟我书信。而如果你真的唱不了就算了，也没看什么演唱会了。你会从这些新人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吗？不知道。哎，可能他们也并不想成为我吧，不知道。谢谢你们，好人一生平安。如果你要是作为买票的观众过来看这个演唱会，你会觉得值吗？我会买第一排。你们说点实话，真的吗？特别好。真的吗？真的。真的。你会怀疑这件事吗？会啊。就不知道别人买了张票过来看，会不会觉得值得吗？